我是李曾伟老师，今天是10月22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022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代表呢你是一个非常讲义气、很善良、愿意帮助别人、非常的拼搏努力。但是呢，你的拼搏努力跟你的结果不成正比，付出多收获少，喜欢投资，但是投资容易失败亏本。投资容易被套，容易负债累累。这组数字呢，在健康方面非常容易有肝肾糖尿病、开刀手术，容易发生意外，甚至呢还有生命危险。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健康方面是非常不理想的。婚姻方面容易冲动，容易一拍两散，没有贵人相助。OK， 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。